七国集团领袖在联合公报中要求中国尊重新疆和香港人权，一如所料点燃了中方怒火。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就抨击七国集团企图干预内政，形容这都是西方国家政治操纵的把戏，满口谎言，妄自做出没有根据的指控。中国驻英大使馆发言人在文告中连续回应多个课题，对于七国集团有意到中国展开新一轮的新冠病毒溯源调查，文告没有明确表态，只是强调所有调查都必须有科学根据，并且在客观公平的原则下进行。大使馆发言人补充，溯源工作应该由全球各地的科学家共同展开，同时不能够被政治化。对于七国集团要推动堪称比一带一路更公道的国际基建计划，中方抨击这些对中国经贸政策的指控都是不符合事实的。